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来和大家说说耙耙柑都有哪些营养价值呢？耙耙柑果肉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C、 铁、钙、磷素等微量元素。耙耙柑的维生素 C 每100克含30毫克，含热量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、纤维素，营养价值比同类水果高出很多。耙耙柑富含维生素 C 与柠檬酸，不仅具有美白作用，还可以消除疲劳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使新陈代谢顺畅，并且对防止心血管硬化、高血压有一定的作用。耙耙柑性凉，具有顺气止咳、健胃化痰、消肿止痛、疏肝理气等多种功效。耙耙柑味道鲜美，果肉嫩滑，甘甜多汁，口感清爽，能快速抓住食用者的味蕾，从众多柑橘品类中脱颖而出，老少皆宜，又有生津止渴、化痰理气的作用，快速成为水果店的主打水果。您知道了吗？